YCT 标准教程三，第九课，笑一笑。Let's learn. 哭，哭，笑，笑。东西，东西。丢，丢。到，到。Let's read. 你怎么哭了？我的东西丢了。什么东西丢了？我的熊猫丢了。别哭。我们一起找一找。看，我的熊猫在那儿。太好了，找到了，笑一笑吧。Let's chant. Xiao Xiong Mao, Chu Xue Xiao, Gao Gao Xing Xing Pao Yu Tiao, Zen Dao Lao Shi Wen Ning Hao, Zuo Xia Nan Chu Xiao Shu Bao, Yi Shu He Qian Bi Dou Diu Le, Dong Xi Diu Le Zhao Bu Dao.别哭别哭你别哭，我们帮你找一找，找到了找到了，好朋友们哈哈笑。小熊猫去学校，高高兴兴跑又跳，见到老师问您好，坐下拿出小书包，咦，书和铅笔都丢了，东西丢了找不到，别哭别哭你别哭，我们帮你找一找，找到了找到了，好朋友们哈哈笑。Mini story. 熊猫，你怎么哭了？我弟弟丢了。别着急，我帮你找一找。那不是你弟弟吗？不是，我弟弟不是绿色的。真的是弟弟。我的弟弟找到了。Test 1 Listening 一，你怎么哭了？二，那儿有几只熊猫？三，你看见我的衣服了吗？四，你的东西在哪儿？ Test 1 Listening 一，你怎么哭了？二，那儿有几只熊猫？三，你看见我的衣服了吗？四，你的东西在哪儿？